我们介绍的这个是 BWS 的 CNC 切削油箱盖，这个是由 JS 瑞翔出品，专门针对 BWS 125生产的油箱盖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整个对应原厂的油箱盖的整个外形，然后可以不会影响你插钥匙之后的开启，然后整个是由 CNC 洗出来的，下面的颜色都是钛色，上面的话常见的颜色红色、金色、蓝色、黑色等等，这些常见的颜色都会有。然后造型一样有参照这个像变形金刚或是钢铁人的设计元素在里面，然后外表用 3D 用球刀下去烤，然后外表是非常的精致，然后各位仔细看一下，我们再换个角度再看一下，非常漂亮哦。那我们从正上方，然后侧面的影片，非常具有立体感。好，介绍到此，谢谢各位。